南宋年间，金兵入侵，中原大地战火不断，数十万中原百姓遭到金兵的杀害，冤魂无处可去。天天打仗，我们怎么活呀？哎。一日，观音菩萨云游到姑苏城，看见人间疾苦，心生慈悲，决定施法超度冤魂，普度众生。于是，菩萨化作一位妇人。 手持杨柳净瓶，来到冤魂集中的地方，用石头叠成数丈高的高台，然后加敷于石台之上，念诵大悲咒。每念1000遍，菩萨便用杨柳在净瓶中蘸一下甘露，撒向空中，然后继续诵念。 当地百姓看见妇人在此地筑台念经，十分不解，议论纷纷。他这是做什么呢？念念有词，像是在念经。菩萨对众神说道：“你们现受今人欺辱，有数十万人冤死，这些亡魂三界不收，六道不管，流散在外。我今天有缘来到此地，慈悲超度他们，所以发愿筑台。” 诵经49天，便撒杨柳甘露，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。众人听说，纷纷感恩，也坐在台下跟着菩萨念大悲咒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49天后，菩萨诵经期满。 观音菩萨见众神发心，一起超度亡魂，现出真身。此次战争不断，皆因尔等平日争勇好斗，不敬三宝，积累冤结。日后尔等必须诵经持戒，礼敬三宝，乐善好施。众人纷纷拜倒。 齐声称呼，感谢南无大慈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救度我们。战争结束了，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为感恩菩萨诵经救度大家，众人在菩萨诵经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寺庙，庙中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诵经洒水的法像。 也画了菩萨的宝像，在家中供奉，吃素念经，放生祈福，感恩菩萨救度的恩德。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就是水月观音。